农民之间，马兰农家，对，马家吧，又有人都可以看到马兰农家的限制，很重要的。马兰农家呢，因为在我们的主任的带领之下，一直在所有地方来讲都经营的最好，对，最棒，环境非常非常的好。是，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本人看得那么近了，平常的情况之下，为什么戴上一个白色的眼镜，一下之间认不得了？啊，真的吗？对。白色眼镜有这么厉害？这是一个你的新造型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刚好搭配这套衣服啊。今天特别啊，要来见大家唱好听歌曲，那重新定做了这套衣服，大家说好不好看？好看哦，谢谢。是白色的衣服呢，就配上白色的眼镜，整体的搭配。对对对，人生呢很难讲，至少我刚讲的半桌二人组，大家都还知道。是是。那个年代的歌曲，还记得一首吗？啊，记得。我们出道就是火车站搬迁的主题曲。再回到老家站，再回到老家站，再回到我的青春，我的爱人怀念回家乡。好听吗？谢谢。有回忆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当年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十几年前的成绩。2002。对，2002。对，2002，18年。十八年，近四年的单飞以后呢，为什么有一个大白鲨陈金佩竟然是你的贵人呢？啊，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就是陈金佩陈姐在新马帮我灌录的专辑。真的？对，他有一次来上我的广播。是。对，那因为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很流行翻译的歌曲。是。对，那他就拿了 CD 给我，我说陈姐，你到底要播哪一首歌？他就跟我讲这首歌。我说陈姐，你怎么唱这首歌？他说这首歌在新马非常红。我说这首歌是谁唱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两个大陆的啊，半桌二人组啊。两个大陆的，本来是很像两个半桌二人组。他说两个大陆的半桌二人组。我说陈姐，我就是半桌二人组，到内地台湾的。当下陈姐在我电台差一点昏倒。他说他从头到尾都认为半桌二人组是大陆人。大陆的可能福建人唱了台湾的歌曲，把这歌他唱红了。对，他以为。以为是大陆唱，因为这首歌等一下会介绍，其他歌里十个字蛮长的，叫做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，大概是好最棒的你，啊，大概是。